欢迎家人们。对，因为下午比较忙，没有时间，主播刚忙完工作回来，所以就临时上下线，看大家有没有休息啊？家人们，晚上好。主播代言和合作的团队，第一次进来的朋友可以看一下。主播代言和合作的这款玉米糊，给它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锦鲤玉石，是一款不添加的健康食品，做代餐用的。这个图案是主播。欢迎进来，家人们，大家可以去继续一下主播。这个箱子，这个礼品箱啊，礼品盒里边是五袋，然后这一袋里边是十小包，像这样子的啊，十小包。欢迎进来，家人们。谢谢瓷砖美工师，这个是礼品盒，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产地简介啊。产地简介是吉林省公主岭市，地处吉林省中西部松辽平原腹地，北纬43°11。到44.09°，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，独特寒地黑土，被誉为土地中的大熊猫。这里气候冬冷夏热，四季分明，年平均气温为5.6°，年平均降水量是594.8毫米，无霜期是144天。年日照近3000个小时，高达128天的玉米生长周期，造就了高品质的玉米品类。玉米含油量平均比其他地区高0.3%，蛋白质含量比其他地区平均高0.5%。2011年，经公主岭市政府申请。省粮食局、省粮食行业协会考察论证后推荐，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公主岭市为中国玉米之乡。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玉米糊的产地。这一个礼品盒是4斤，一共4斤装，还挺沉的。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，就在那个购物车和小黄车里面都有。欢迎大家，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，直接用那个开水冲泡就可以了。早餐也可以吃，晚上也能吃。就是晚上你不想吃主食了，就吃一袋这个玉米糊。这一箱礼品箱有一共五十小包。欢迎进来的家人。这款是主播代言的饮用水。
这款是新阳泉、嗯、给大家去念一下生产许可证号，是 SC106-220-381-150-730。这个是生产许可证号，饮用水，在小红车这个公车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为一箱，就是一提是24瓶，一瓶为384毫升，这样的小瓶。主播只是推荐啊，把产品介绍给大家，因为毕竟这个是这样的产品啊，一个是主播代言的，也是一个主播合作方啊，主播只是把好东西推荐给大家，至于你们买不买随你们的便。欢迎进来的家人们，欢迎大家们，在购物车里和小黄车里都有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去选购一下。旁边粉色的是主播的拖鞋，棉拖鞋。大毛啊、看上去像玩具一样。比较柔软，穿得舒服。主播平时爱穿这种毛毛鞋。
66028啊，这个是生产许可证号。所以这款的蛋白质含量为10%，因为所有的产品啊，后面都是有淘心码的，淘心码一扫就可以扫到。因为这些都是正规的食品，是进商场超市的，明白吗？没有一些手续是不可以在平台上售卖的。欢迎大家们，对这款代言的就是主播，谢谢瓷砖美凤师。因为现在还没有做全国铺货，现在只是一些线上啊，还没有完全的到线下。因为这款是刚刚上市的一款产品，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，就在小黄车里面和购物车里面，大家就可以找一下。如果找不到小黄车和购物车的，可以申请加入主播的粉丝群，主播会在群里面给大家留言。欢迎亲爱的家人们，谢谢风轻云淡的礼物。啊，这一款主播代言的产品啊，这是主播本人。小黄车里边和购物车里边都有图片，看不到吗？主播这些大活人坐在这屏幕前，还对不上号吗？欢迎大家们，里面是玉米糊啊，在购物车里有介绍，自己去看。这款锦鱼玉石是主播代言和合作的玉米糊，无糖的，是一款健康的饮食品，用开水冲泡就可以直接喝了。欢迎大家们，这个一包是400克啊，里边是小的，一小包是40克，所以这个一箱礼品袋是4斤啊，这包是4斤，一共有50包啊，50个小包，50个这个小包。这款产品反正是老少皆宜的，适合所有的人群，老人、小孩我们年轻人都可以使用。因为做的时候就是做无糖的，因为也会照顾很多一些糖尿病的患者，所以这款是没有糖的。这个不叫减肥，只能叫做代餐啊，自己去理解。因为大家每天都要坚持吃粗粮，不管你是吃玉米糊还是吃别的什么东西，大家还是要多吃点粗粮。就是比如说馒头啊，玉米啊，还有那些红薯啊，山药这样子，多吃点粗粮。大家少吃肉啊，少吃肉，多运动啊。减肥呢，千万不要去想着靠着食品去减肥，还是要靠着运动去减肥。欢迎大家们。对，全国发货，全国发货。对啊，主播开的是热风。北京这两天早晚温差还比较大的，虽然中午能有20多度，但是晚上差不多得有10来度，我没看，但是还是比较凉的。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夏天的感觉，只有白天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季节，我感觉应该不是北京吧，应该都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。所以这个季节也是特别容易感冒的，大家还是早晚多穿两件衣服。
如果想买东西的不知道怎么买的，找不到购物车的啊，申请加主播的那粉丝群，主播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留言。欢迎大家们，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主播粉丝团，就是你几个说话的加主播粉丝团了吗？想着昨天没上线啊。
所以现在这个点才会上线。看看大家都有谁在。主播今天一天穿的这身，外面穿了一件那种大衣。欢迎一下家人们，所以今天是没有化妆，直接上线给大家直播的。主播不回答私信啊，不回答不加粉丝牌的问题，这边不是查户口，问东问西的，凭什么回答你啊？欢迎进来家人们。首页自己去看怎么加粉丝群，怎么申请进粉丝群，主播下播以后会通过大家的申请。自己去看呢，手机上都是文字啊，自己找。欢迎进来家人们，水跟玉米糊都是主播代言的。没有加粉丝牌的，赶紧加主播粉丝牌。
个主播每天什么的风格都不一样啊。欢迎进来家人们。奇怪的吗？你可以看其他网上啊，其他网上价格是30块钱400克啊，30块钱一斤不到。主播的这一款玉米产自地，刚才给您念过了啊，是出自于中国玉米之乡，是属于高品质的玉米，做成了玉米糊。欢迎进来家人们。下线。
欢迎进来家人们。你们这一节说话的没有加主播的粉丝牌啊，赶紧加主播粉丝牌。因为很多粉丝都喜欢主播戴手套和眼镜，所以偶尔直播的时候就会戴一下。关注的赶紧点关注啊，没有加粉丝牌的赶紧加主播粉丝牌。谢谢心想事成的礼物。手套是30厘米的，主播戴的是50厘米的，长度不一样。欢迎进来家人们。多少人活着，却就死去。多少人爱着，
却好似分离，多少人想着却满含泪滴，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，谁明白生命一片为系统提示啊，角度不可以，所以要更换一个角度，所以现在临时调整一下。或是展翅高飞，保持愤怒，我该如何存在。主播再过20分钟下线。谢谢征服哥的礼物。感觉去多少次放心，感谢征服哥的礼物。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，青阳泉是主播代言的，并且合作的饮用水，是产自于吉林省公主岭市的，主播每天都喝。你们觉得主播属于什么类型的主播？感谢征服哥的礼物。因为系统提示啊，角度要调整，所以现在只能改变一下这个位置。欢迎进来家人们。感谢征服哥的礼物。我该如何，那你们几个上线晚了，嗯。欢迎进来家人们。欢迎进来的家人们。升级到炼钢厂，亿万光年，那就是我们是梦之梦的起点。妈妈，你善良的孩子还没放弃，他想在今夜的街上
今天没有皮靴啊，今天主播穿的就这一身，我赖的没有换装。每天直播上线，造型和鞋子都不一样。欢迎进来，家人们。主播一会儿下线了啊。主播再过十分钟下线。欢迎进来，家人们！谢谢赵强的礼物。找不到购物车的，不会买的，申请进主播的粉丝群。主播会在群里边给大家留言，不知道怎么买的啊。主播在群里边跟你们说话，平台不用问东问西的。
哎呀，征服哥的礼物、哦。主播不回答废话啊，你问的都是废话，回答你什么呀？欢迎见家人们。欢迎进来家人们，主播一会儿下线了啊，明天大家还要上班，所以就不打扰大家，早点儿休息。主播再过五分钟下线。谢谢，是你爱的礼物。谢谢赵强的礼物。欢迎进来家人们。主播再过四分钟下线。这个不是录屏啊，现在是0:06，主播再过四分钟下线。现在已经到8号了吧，4月8号了。
主播从来不录屏。欢迎进来家人们。主播再过三分钟下线。用一种魔鬼的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，最后每一场都一上一个人值得上前，用一朵花开的时间，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，我不约的晴天闪了下线。下次再见。